3月26日，有网友分享了一组奶茶妹妹张泽天和陈都灵素人时期的旧照，照片中两人都十分清纯可爱，略带稚气的脸上两只大眼睛水汪汪，十分惹人怜爱。在清华上学时期的张泽天，因为一张手捧奶茶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，得名奶茶妹妹。后来张泽天嫁给了刘强东，达到了自己的目的，也算人生赢家。陈都灵上学时期也在学校做过主持人，穿着礼服的她确实足够惊艳。同样是在网络上走红的小花，因为陈都灵进了娱乐圈，所以大众对她的颜值也过于苛刻了一些。张泽天和陈都灵因为风格和长相都极为相似，加上两人都是从网络上走红的校花，所以常常被拿来做比较。到底张泽天和陈都灵谁更美呢？